街道之后，奔跑的平行线中，从来没怎么想过竟然会交叠双手。哦，地下道的邂逅，一眼看穿的心动，你我之间的悸动不曾停止过转动。想着你就像美味的想念，一再的呼吸，慢慢的想你靠近，一口口吹着那份美国粉色的天空，一点点感动就能打破尴尬的沉默，一幕幕羞怯脸孔，我捧着你的脸说一句句的我爱你，打进你甜甜的笑容，一步步爬上那的天空，大声对你说不过说真的，我越来越佩服他个嗓。他现在懂那么多奇花异草，而且运用自如。不知道这个花加入汤中之后会什么样的味道？你怎么了？傅在宇，没事。傅在宇，傅在宇，你到底怎么了啦？傅在宇，怎么回事了？啊？药？什么药？你放在哪里？我讲的大小啊，一瓶罐罐的。好，我去拿，等我一下啊。你醒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突然这样，我又好怕你像塔卡桑，像小嫩江一样。如果你也突然消失，我怎么办啊？
消失，我在你身边啊。你想问什么的话，就问吧。那你为什么会突然这样？你刚刚又叫我去车上拿那个药，是因为我有心脏病。从小就有。我只是一个不残缺的人，我刚那样子没吓到你吧？我知道我那个样子不吓到人是不太可能的。你不要用那种表情看着我，我不喜欢别人同情。我不是同情，我是很担心你。不用担心，我之前没有讲，就是不想要被别人当成弱者。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病人，知道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？你忘记了吗？我们是一起的。青佑，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没有啊，怎么？你菜都切歪了哎，你好久没有这样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重新。没关系啦，酒柜那边还有两箱红酒，不然你去那边整理好了，这边我来就好。我知道你不喝酒，可是哪个男人不喝酒啊？你身体有问题哦，哈！我没有问题，但我真的不喝酒，叔叔。吃什么药啊？不舒服哦？没有，维他命。骗人！哪有人维他命长这样，这么可爱啊？我骗你干嘛？你还给我啦！哎，你不老实告诉我，就不还你。你真的很无聊，喂。我跟你说是维他命就维他命嘛。给我啦！你到底怎么了？好啊，我还你。看起来好像真的很不舒服哎。
根本勉勉强强的，一个不爱酒的人叫我怎么相信他？啊，不可靠，不给。要不然你酒可以卖我吗？啊？原来他不是故意不喝酒，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？喂，在宇。雨欣，我想问一下，半天笋这种食材会影响心脏吗？半天笋，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啊？我在试食材的时候有吃到一些，感觉到有点不舒服。你是发作了吗？没有啦。你不要骗我。是有点发作。什么叫有一点？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状况很好，你不要担心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不放心。半天笋的事我会帮你查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明天来医院一趟，我帮你做超音波还有心导管检查。不用，我现在没事了。你这次的发病和之前不同，你怎么能确定没有问题？我很清楚我现在没有问题，而且做那些检查一做就要三天，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。你不想照顾你的身体，但是我有责任帮你留意。不行，你明天来医院一趟，我帮你安排病床。傅伯伯那边我会跟他们说。在宇，有没有听到？我只是想说，有些状况是不可抗拒的。所以那次我误会他了。哦，我是拿这个来还你的。之前在涂先生家的事情，还有我看到你跟玉馨在哈娜的事，是我误会了，对不起。都过去，不要再提了。可是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承受都不说？这样我会很在意耶。我就是不希望有人在意，所以才会没说。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小心哦。直到花开这道汤品我们还没有完成，今天下班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一起完成吧。可是你的身体这样，你要不要回家休息啊？不用，我今天晚上就想完成这道汤品。好啊。哦，有一些食材没有齐全，下班去买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啊。不用了啦，我自己去就好了，你就留在哈娜等我。你今天忙一整天，应该保持体力来完成这道汤品啊。也好。那我等你吧。好，我先走。Thank you.
虑清楚了吗？我决定，我要这样吧，过来我办公室聊聊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你想清楚。现在，你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吧？我不能不管淮安，他工作好不容易有点进展，现在就失去一切，而且他自尊心又那么强，如果我不帮他的话，他一定会……我不想知道他怎么样，我只想知道你怎么样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我还知道这件事吗？他当然不知道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所以你是准备瞒着他，还是准备拒绝我？我答应你，但也请你答应我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。你们两个人的感情，在我看来，彼此的付出一点也不对等。你为他所做的牺牲，真的值得吗？淮安早就是我认定一辈子的伴侣，是苦是喜，是悲是乐，我们都会陪伴在彼此身边，这就是承诺。现在他正在低潮，我更不可能丢下他不管。这年头，已经很少见到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你能为爱做到什么程度。我先走了，不再多坐一会儿。不必了，起码现在我还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明天早上我会亲自去你家接你。去那么久呢？哪有很久，才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就很久了。我们开始吧。我查过了，
我们家里面存着食材，我可能不能吃。可是现在要加进汤里，那等一下汤的部分就由你来尝吧。 你知道我心脏病的事会让你对我改观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知道我有心脏病之后，会不会让你觉得我跟以前不太一样？当然不会啊，你让我最佩服的地方就是你的厨艺。 还有对料理的坚持，所以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有所改变。那夏青哦，没事。你要讲什么？吞吞吐吐的。 这道汤品快完成了，我觉得很高兴。你也很期待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也好想要知道塔卡桑的汤会是什么味道。食谱上面说。 汤做好了之后，要将莲花放在汤上面，让莲花慢慢绽放。夏青瑶。 我刚刚要问你的是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觉得爱可以包容一个人的全部吗？ 那些好的、不好的、完整的、残缺的，爱当然可以包容一个人的全部啊，就像手足婶婶爱我一样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他们全部都会包容我，而且我遇到困难，他们一定会陪在我身边。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我也一定会陪着他。 一直往前走。哇，花开嘞！青瑶，快找人看。 香气，难怪它会叫直到花开，花开了才能入味。你喝喝看。我忘记你不能喝。没关系，看到你开心的表情就够了。重点是，我们延续了塔卡桑的好味道，不是吗？可是。
嫂怎么可能做出有害的食谱嘞？说不定里面有藏什么秘密。哦，是。雨欣，雨欣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有人身体不舒服吗？还加班，我是因为担心你才来看你。你赶快回家休息，证明下给我就可以了。雨欣，我待会有事，你自己先回去。你还有什么事啊？不是做料理吗？那我也留下来一起。雨欣，听我的，你自己先回去。那你自己不要太累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汤都已经完成了，这些我收一收就好了。其实我想带你到一个地方。干嘛？就在这。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在雨？我没有喜欢傅在雨了，我进哈娜完全是想要磨练自己的厨艺，我也希望早一点可以跟上我老爸的脚步，做出跟他一样厉害的料理。我真的没有喜欢傅在雨。玉馨生日那一天，大家在哈娜庆祝，他突然生气就掉头离开了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，可是为什么你要突然问这个？那天晚上我追了出去，在回到哈娜的时候，刚好听见婉婉阿姨跟你的谈话。婉婉阿姨问你，你有没有喜欢我？你说没有。你说你不可能喜欢我。说真的，那天晚上我有点难过。当时我就在想，那个时候的我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应该什么都不能做吧。我只能将我的感情埋在土里，也就是这里。那天晚上掉的那朵花就埋着。廖里长，哦，我记得那朵花很漂亮啊。你说买在这边了，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哦。过了那么久，早就不见了。
重点是后来我改变了我的决定，或者是说我想到了我能够做的事了。我可以恳求你。恳求？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因为心脏病的关系，我拒绝任何感情，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有心脏病的人，他能够带给人幸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直到遇到你，你让我觉得，只要能跟你多相处一天，都很值得。每一天都非常值得。在哈娜的厨房，我突然发病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。我才发现，我不能再逃避自己对你的情感。因为你，夏清佑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我曾经将我的情感埋下，但我做不到。所以清佑，我恳求你改变你的决定。你当时给汪婉阿姨的答案会改变吗？先回去整理一下心情吧。三天后晚上11点，我们再遇在这，好吗？很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
来，夏青，送给你，当目标。谢谢廖里长。陆在宇把花埋起来了，但是还有一朵在我这里。回来啦！在忙什么？婶婶。哇，好漂亮的刻花哦！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不是我刻的啦，是傅在宇刻的。我哪会做这个？啊？不是你刻的哦。我以为你在哈娜已经一阵子啦，至少应该可以刻出一朵花了。说，我还没有到那么厉害啦。所以你要积极一点嘛，柚子，你要变得很厉害，很会做菜。你忘记以前说的？你说你在哈娜学好了厨艺之后，然后学到厨师，你就要回到龙脊巴道沙冈。我们都在等你耶。在跟你说话。哦，我进哈娜就是要学料理啊。啊，不然嘞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会努力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早点睡哦。好，没事。晚安。晚安。什么啊？稀饭要趁热吃才好吃，好吃。夏雨欢小姐，你一大早干嘛脸那么臭啊？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没事才怪，你没事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你去跟那个杜怀安讲。事业要拼哦，女朋友也要顾，你就跟他说是我说的，知不知道？好了，我知道了啦。啊，多吃一点。谢谢妈。哦，一大早吃炒牛肉，你看说补不补？来，来，妈妈你多吃一点。柚子啊，多吃一点哦，上班才有精神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今天要出门，晚上不回家，你们不用等我们了。有没有晚上不回家？要去哪里？哎，你干嘛多嘴啊？当然是跟杜怀安出去呀。柚子啊，赶快吃啊！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啊，我在想工作的事情。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哦，啊，脸都那么臭。那两个要是真的我生了双胞胎啊，我也不用这么烦恼。我吃饱了，先出门了。啊？我吃饱了，我去整理一下，准备要上班。哎，你，哎，到底是怎么了？连你都不说话。吃饭说话你要念呢。我也刚好吃饱了，你自己跟慢慢吃啊。我煮那么多的菜，然后，哎，你们三个是怎么了？吃错药？喂，早啊，夏小姐。我已经在你们家楼下了。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麻烦你，请你不要停在我家楼下。我家人看到陌生的车来接我，会很麻烦的。可以麻烦你停在我家对面巷子里吗？我再过去找你。好啊，那你不要让我等太久。这样很礼貌。Thank you.
走了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不容易遇到熟人，应该会让你自在一点吧。谁关掉了爱情的开关？故事剩下一个人对白，这戏少了另一半，一半的爱还有什么好看？你带走了我的幸福感，笑容离我远远的试探，忍住眼泪却忍不住我疯狂的想念。孤单的人总是不怕一个人，却怕在人群中狂欢，结束后的不安，越是逃避反而越是放不下这情感。你的习惯从今后让别的人去习惯，你的每个明天我想再也与我无关，不是我的我不怕转。伤才明白，幸福另一面就是随时要准备离开。不应该勇敢，急着想逃开，身旁念着甩不开的悲哀。你不知道，我还在等待。